我小孩放好啊，要不要被放？刚刚那小朋友吼，二年级的小朋友啊，啊，伊就真惊，真惊蛇，真惊遐迄个啊，唔敢挖来，我咧讲唔敢挖。林老师，林老师，自然老师嘛，真惊。啊，但林老师讲，老师天上有三台黑色的飞机，一直在那里飞。哈哈哈哈哈。今天只有一台而已。拿到。